么办呀？这感觉还可以。哦，那太好了，那我继续喷。不是，它很奇怪，有点恐怖。安哥，安哥，你看一眼。还行。哎呦，这哭了，你们的猴子。这感觉有点不太，是吧？不太阳光。它流的一定是快乐的泪水。幸福的眼泪。反正这个也在流泪，那个也在流泪，也算是对称了。挺可爱的。啊，不好看吗？好看。你这特别像那个，就一般那个楼道里边喷的那个开锁。傻。太像了。太好看了 ，OK 了。现在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车。